萬宜水庫東壩是唯一可以在陸地近距離觀賞六角形岩柱的好地方。沿著萬宜地質步道，可以欣賞到排列整齊和密集的六角形岩柱，還有斷層角力帶、扭曲的 S 型岩柱和侵入岩牆等的地質特色。在東壩東南面的破邊洲是海蝕柱，這裡的岩柱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樹立在海裡面，形狀就好像一個巨大的管風琴。遊客可以在西貢市中心或者北潭涌搭的士，又或者由北潭涌行路去萬宜水庫東壩。